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这节咧，我继续过来讲风水真经，哈、哦，风水真经咧，顶节讲到楼梯，哈、哦，楼梯咧，确实对人是真大的帮助，但是楼梯咧，你若用唔对的时啊，哈、哦，有当时啊，人啊头壳会破破，爱注意楼梯。咱楼梯啊，上加用螺旋梯，螺旋梯爱注意啊，哈、哦。真济人来即摆楼梯诶，变得一间厝，啊，尤其我咧好评，无论是伫即搭嘛好，啊，头前嘛好，就好评螺旋梯啊，啊，在北方风大乡。好、哦，在中央上闹，三毛铺上闹波，爱足注意诶。哈、哦，我去看一间工厂啊，一间工厂咧，啊，伊就一间工厂咧，普通是二楼，真快，真快咧。咁啊，伊搭一个半拱，搭一间半拱，啊，楼梯以上，哇，啊，开普通楼梯。好多这个浪费土地啊！伊怎啊伫和平诶？伫和平这个正中呢吼，伫和平正中即搭咧，去甲开开一支，下一个螺旋梯。这螺旋梯咧，直接突突突突突突突去甲以后我以后咧，要过来起一楼两楼，吼，所以讲来二楼尔嘛。伊只直突甲塔一间咧，咱楼梯间啊，和平和平，我起悬，起悬这个楼梯，我加起只两起悬。哦，袂安尼吼。创祸了，天灾人祸告伊啊！好，厝他们回收伊啊！这人啊，好，我那个病病死死，好多多老老岁，很讲很讲的，好，迄一支螺旋梯安尼直卷个和平直塞来了呀！好，啊，有一个，咱个嘛是一个信徒，啊，伊后壁后壁嘞厝真大间，厝两大间，啊，两大间是安尼。一直开正中，开正中，啊开落就是啊，啊所有的人啊，规家伙头壳拢直疼，迄个甲乌一空安尼吼，是讲要去楼顶，吼、啊、去楼顶嘞吼，二楼嘞，要爱开到头前去啊，开头前去的，无方便后边去开一支腿嘞，啊就第三间要大，第三间要大，啊就到正中啊，去啊撒一支嘞，开一空嘞吼，啊一支水转梯直去，到咱个直直加，直加准了对正中就更了呀。安尼就算了，算了了，开了嘞，规家伙头壳直疼疼疼几啊年，啊有一天啦，啊我来经过，啊经过遐嘛想衰啦，吼、哦，经过厝边啊嘞，啊朋友去遐看厝，啊老师啊想衰，我厝啊看完啦嘞，吼、哦、好我要衰了，衰衰好完了衰香啊，吼、哦，咱的关灯吼，关灯机啊衰香衰了衰嘞，不过衰拢无较无礼貌啊，唔通啦，好嘞，我拜人真虔诚吼，拜托啦，啊你请来甲你看者吼。啊，对，迄、那个卖讲耍嘞，来共看，吼、哦，普通人讲耍嘞嘞，伊讲耍嘞，我叫新人耍耍嘞，新人耍嘞啦，我差不多安尼较济，你啊扎嘴看，后摆你啊听嘞，拢讲新人耍嘞，吼、哦，啊，我出去真济看厝，拢新人耍嘞，嘿，我袂去，因为你无尊敬法，新人我还袂新鲜嘞，伊讲老师嘛好，咱张先生嘛好，啊、哦，你卖讲新人耍这里，吼、哦，安、啊、尼是无真尊敬。好、哦，唔是讲老师爱人尊敬啦，你无尊敬一个法，一个法，啊，你要耍嘞耍嘞，啊，伊就瞬间进行了哈，妈唔知啥因缘，伊讲规家伙大家头壳疼，啊，我就去看，打入门嘞，迄一处真深，一间过一间一间上过啊中央嘞，啊，都开一间灶下边嘞，开一间这，咪开一间叫做推啊，这个往你这样大家头壳疼，拢是自己老师引起的，好、哦。哎，这样啊，哟，就从安尼开始推做好了，感觉直直怪怪，规家伙直直搞，那么一天一天，听到尾啊，规气总听，大家总听，啊，这听嘞吼，啊，所以医生啊，无效，啊，问神呐，无效，问神的神呐，伊也无讲楼梯，我讲你去推，你推，吼、哦，你想好嘞，去推卡掉卖用啊啦，哦，想好卡掉卖啊。
卖多少的？阿姐干咩的？伊家说好了，无都拄着啊，吼拄着啊嘞，阿姐疯掉，上台先叫疯了，哦，真无简单哦，迄个记咧看足歹记的呢。我头壳要听，真好听啦！你记腔歹记，头壳好听倒啊！吼、哦，伊就安尼夹着这句话啊，哦，决定就敲掉，啊敲掉封掉，就无得听，哦，就无得听。啊，经过几个月后咧，去看咧，真正封掉啊！封掉要得听无？无啊，无得听。吼、哦，伊说哦，那要奇怪哈、啊，啊你听严无严无，吼、哦，这就是讲去咧听。啊，迄、那个楼梯，哈、啊，楼梯来要做回转梯的，你会使哩？你要到两边，变成一间厝，你两边要做螺旋，螺旋梯，哦、啊，螺旋梯，螺旋梯嘞，你入口嘞，爱变安尼入面，哦、啊，你爱安尼起来，顺时针，爱顺时针嘿，爱顺时针。顺时针啊，安尼坐，唔通逆时针，唔通逆时针，哈、哦，顺时针呢，哈、哦，安尼坐嘞，哈、哦，阳就是顺时针，顺时针是为阳，哈、哦，逆是为阴，哈、哦，逆是为阴，你逆嘞，你变成这个用安尼这是。那告诉对家来呢？逆时针的时啊，你是好多地刷，那是地上哈，砖地刷，砖地刷是上顶哈，上贵三贵哈，没读这，头壳没读这啊。你要顺时针呢，是主贵，属阳，阳是贵哈。主丁主健康啊，属健康嘿，所以各位啊，把这个观念啊，你给用我丢，哪么做呢？推呢？你到两边可以哈，有、啊、嗯，哦、啊，爱顺直的给你哈，到两边拢可以嘿，两边直，哈、啊，接着胸，好、啊，简单的环境俩。好，简单的完整呢，嘿，左梁右好该是梁啊，双梁破竹该结上，梁水来时啊好破梁，哈、啊，这梁水来时好破梁，这句玄机嘿。那哪边人？咱头前有咱厝前水沟啊，哈。凉水，好，叫做凉水，凉平来水啦，就对啦。好、哦，凉水来是凉破凉，好、哦，凉破凉，凉水哈，哎、哦，凉、水来是好破凉，好水来是凉破凉啊，哈、哦，凉水来是啊，你火腿，你开火腿会杀的，好、哦，开火腿会杀的嘿，好、哦，开火腿会杀的。两分来水开火腿，哦，所以火腿不一定每行都卖，每行都卖。易经是大学在易经。两水来是开火腿啦，哦，所以有。这个经里面，凉水来时好破凉，好破凉，这就好破凉。好破凉水就对啦，好破凉水。凉水来时啊，那凉水来时好破凉，好水来时啊凉破凉。好，好水。好水来时啊，哈！好水来时啊，凉破凉。好水来时，凉破凉，哈！
这普通研究是地理的先生吼，伊拢唔这个这个管啦，拢唔讲，拢唔讲，吼、哦，那安那那就不怎么好，吼、哦，你若有啊，咱那就硬讲起来都好啊，吼、哦，啊，所以咱大家拢好嘛，凉水就是安尼，好水来，开凉水，凉水就爱清管起来，都要爬起哩，再爬到起哩，好、哦，爬到起哩，好平的最高水来，你就开凉水，吼、哦，就压包掉嘞。或者普珠香凉普珠，什么珠呢？蒸汽，这是蒸汽，珠就是蒸汽。那么你喝水来，喝做水来，哦，你安尼起来，安尼包起来，吼、哦，甲水来。你来，那升起来就对了。啊，所以咱出来这中央啦，中央这个中心点的，有一个叫做珠，就叫做珠。好、啊，珠嘞就是 head， 好、啊，对 head 就是精气、蒸汽、蒸汽，吸到灵光，灵光叫做精气。那么流好水来的时啊，哈，好水来，哈，啊，你量盘起来，好、啊，然后包起来，包起来，这东西的嘛是珠，嘛是珠。啊、所以好水来是量盘，哎、欸，那个量盘量啊，量推啦，哈、啊，量推，哈、啊，量停好药该相当啊。无论是你量水来好水来呢，拢无要紧，但是你流推，哈、啊，你若开学到符合以上所讲的原则呢，那量停好药该相当，龙腾虎跃皆相当。啊！你唔通讲凉水来，你阁开凉水，脑术，哈、啊！凉水来，凉水来，开凉水，脑术没有气，没有气味之外。啊！你好水来，阁开好水，嘛是脑术最气味之外。所以出来这是蒸汽啊，这灵光蒸汽啊，所以无多，定无多造成这气，哈、啊！这是一个要领，一个幸福。都相得利啊！一家啦，咱就种出大个人啊，得利得着利，咪得着财，唔是一定着财，钱减开，平安，吼、哦，大事就大大小小，吼、哦，大大小小会较平安，减少一寡事，减少一寡事灾，好、哦。云梦青山如来的传妙法，云梦山呢？几国先师啊，几国主，几国先师啊，哈、哦，伊伫云梦山、云梦山呢，传这个妙法，哈、哦，今日呢，中道，哈、哦，伫休困的时，哎，在静坐了哈，在打坐的时啊，哈、哦，几国主开始啊，个乱世之时啊，乱世之时啊，哈、哦，若有，哈、哦，诸这个十方善知识，十方善知识。若有你说神知识啊，发大愿力，发大愿力，哈、哦，发大愿力，哈、哦，要来世间，哈、哦，要来世间呐、啊，普利众生，普利众生，帮助众生，会当天啊，会当太平，哈、哦，社会当祥和的时啊，哈、哦，而皈依在基本下。如来诶，云梦山，吼、哦，迄、那个就叫做文下，吼、哦，是啊，吼、哦，所以该能得到天龙护法、天龙护法加护持协助，吼、哦，一个帮助伊啊，成就伊大愿力，成就大愿力，好、哦，成就大愿力，好、哦，这里说云梦青山如来传妙法，今日所有的啦，那有贵气。听到这个法啦，有心呢，要来帮助社会人，帮助社会的人啦，而皈依在或者中心啊，皈依在咱贵国神书一妙法之下的时啊，拢一个迄个贵国神书啊，众天神护法啦，会加帮助伊，会帮助他完成伊的心愿，完成伊的心愿。好，那么现在呢，比如咱先入心。啊！自四月二三南口风水经真经传发以后咧，一个刷的路咧，就是清净人间佛净土，哈、啊，将咧，要来
功劳一个有缘的十方神地性，有缘的发大愿力的啊，咱都社会才袂相互，艰苦人才多，需要互救济，互救济才多，啊囡仔才袂平安吼，这代志沓沓滴滴才多人啊，好、要来进入这功德会，啊要来帮忙伊将伊的比如徛大个问题啦，居住的问题咧，甲解决。解决你居住问题呢，就是环境的改善。环境的改善呢，必须要用钱。啊，这钱呢，伊无钱好用，因为伊爱互救济啊。但是救济一直救济一直救济呢，并无将伊的困难解决，甲背掉，并无背掉去。那么呢，啊，咱呢就是这个功德会有一个义工啊，那有诶，了义工呢，甲这个委员。合法委员啦、要何时这个法啊？这委员呢，哈，大家呢发大愿力咧，做一个功德，做义工咧，哈，唔管爱开钱啊。那么呢，贵国先师啊，那王上都做贵国先师啊，一直将这个法传予有缘的人，哈，有发大愿力的人呢，然后呢，来将有困难的者，甲帮忙改改善环境啊，钱呢，咱功德会，哈，再来甲帮助。好，功德会咧，即个帮助伊讲啊，看啦，比如哦，请师傅改两工就3000块，吼、哦，啊是2000块，吼、哦，啊4000块，那么咧，迄钱咧经过咧，咱迄功德会咧，即个执行者咧，吼、哦，那个评估没有错的是，就照安尼钱替伊个支付，吼、哦，予伊一家一平安，重新咧将苦丢掉，重新人生重新开始行。安尼来咧，好一些这里有困难的人啊，免永远是给人来救济。后面好救济，好伊会当渐渐地改善起来，然后以后咧，伊再去帮助他人。好、哦，所以贵族神书啊，今日中道咧特别开始啊，我若是有这个发大愿力的人，社会咧，那么共同创造人间净土啊，这样啊，好咱。迄个天命，哈，甲天龙护法，会当升到天命，来个到护持，到护持，哦，所以咱成立这个人间净土功德会咧，那一个月一人100块，吼、哦，几啊瓶钱减加一支啊，哎，迄个巧克力减加两粒，即一粒巧克力一粒28块咧，后迄个后3粒都有啊，啊，塔一个波波三个都无呀，啊，用救一口罩。哦，这就是讲，咱嘞，贵国先师啊，大慈大悲啊，哦，自云梦山、云梦山呐、传来嘞，讲爱这个法啦，吼、哦，加弘扬的社会，好、哦，所以这个法嘞，就是讲以上所讲风水真经，甲以后所讲嘞，所风水真经这法嘞，拢要用在咱的社会，甲用在咱的每个人家庭内底。所以天龙护法圣像来雕像啊，因为王禅都到贵国神书啊来讲这个法嘞，第一阶段讲的讲这个灶啦、吼莫大啦，这其他门啦、来外门厅堂、吼厅堂啦、吼啊，现在讲个老去的时啊，天龙护法啦、啊，拢来这朝祥嘞，拢来护持来赞叹这个妙法，一旦。帮助咧众生，和弄个赞叹来朝向来护持就对。今日各位呐听到啊，这个法对社会有利益的时啊，吼、哦、各位应该嘛爱来护持这个法，唔是讲叫大家开钱，啊护持这个法咧，就是咱呐今日未来哦，请这个风水精英回去，吼、哦，还是请这本呢啊，清净人间佛世界咧，养天风水学讲座这本书回去。这个哦，我的厝解决好啊，朋友伫遐，家来做袂平安咧，应唔着啊？我嘛爱，哎，某某人，你这走哦，唔好冲民宿咧，你这走都出来，民宿门相对哦，又管咱夹袂离咧，哦，人迄、那个师傅啊吼，讲这个经往常都做嘛，支持这个经咧吼，这个嘛会防家来袂平安。那么你甲讲者，你就讲得啊，好，一刷掉就讲得啊，啊，咱的中央大学啊，中央大学咧，我就地主。吼、哦，陈小姐啦，吼、哦，诶、陈喜凤，啊、哦，伊个朋友，吼、哦，朋友咧，他的同事咧，阿伫师范大学，吼、哦，师范大学是教授，啊，伊个太太咧，哼，婆婆花去啊，药啊食无好，吼、哦，啊，得讲去到小东啊，哈哈，恁兜可怜还是啊，诶，走伊吼，诶，走伫便所下骹，伊讲你也知，好你也知，
好，伊讲那那一定，伊嘛找我人来，安尼专业问题较济啊，啊，都去厝佚佗遐话，迄干干啊咧，缅甸化粪迄个便所，缅甸便所咧，马桶下骹，造伊亚速台，好，亚速亚速台，亚速台难丢咧，上找我人，好，上头壳。哦，我今日叫刷灰，还刷灰咧，坐起烧，行行来看看，烧一下咧，啊刷灰了，哎、欸，刷好未？哈、啊，就好，因为哎，那遐奇怪。那么伊家人去学会知啊，知我亚速台面顶袂使咧有迄个化变数，啊下骹咧无化粪池，下骹无化粪池，安尼尔，甲讲救一个人，啊救一个人咧，全家总拢帮忙着，哦，这就何时这个法啦？好、哦、是这法，不是我一定要叫伊靠伊提钱去做些，不是安尼意思，啊、哦，不是我啊提钱锦上添花，吼、哦，这里即马这老师吼，即马这名声我真靠，伊来咧响应一生啊，响应的是拢提钱来，不是这个意思，钱不是法，钱不是法，就是将人有困难咧，咱了解这个法。有困难咧，咱帮忙伊解决，提醒伊他，甲点伊这里，帮忙伊。哇啊安尼的，那个就是好事啊嘛，护士啊，所以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人呢，有当时偏差的，人所想的偏差的，法应该是正确的，法应该是正确的。好，那都这样，那第三就是技术呢，信众技术呢，啊，伊来哦，老师最近我出那么就问题较济，我咧读话看卖，读话出来嘞，哈、哦。这个行呢，处亲啊，处行来得是袂歹，看不着哈啊，加一间哈门来，啊，加过一个正，那是正啊，中呢天井，哦，啊，处是亲戚吗？哦，处亲戚，那么呢，真大问题，好评不开情。黄孙丁，啊、哦，处中开正，天正呢，心脏加肾，爱注意，肾病有疾病，心脏，啊来呢，因为这这呢，啊这这好病好如多呢，出来滴呢，乱糟糟一定的啦，啊破财顺丁财一定拢会啦，嘿嘿嘿的，那么简单的方法。再卡掉嘛，再吞掉嘛，啊、哦，然后那他说，哎呦，我的身躯爱用啊水，袂好，哈哈，袂好，又食食药，两贴都出呢，水钱都出呢，做了水公司的，做了水的钱吼，都有出啊，袂好，哦，那么好不开钱，我看真济嘞，你有到底当时真济年前伫新店新屋新屋，哈、哦，新屋遐嘞，去看一间一间厝，连续死三个人。恐怖，开金啊，开金啊店，开金啊店，啊，干那怪讲一处有阴咩，有鬼啊，有阴咩，哈，我遐看你，你厝开正，遐看咧后边咧吼，这遐个边咧，都差不多沿要正中咧，好看后边做，都开，你开正一口正，迄个正我咧弄外心，正足心咩，足心咧咧，迄口正咧才十号在食，十号在抽。哦，那抽这性命咁款，一天天天分散十号在抽，啊十号在抽啊，那么直接咧，顺便咧死三个人，两三年来死三个人，好、哦，啊更死咯死啥？死十个人，啊死十个人啦，有够有够咧，我讲你啊未死死十波咁样，啊死十个人啦，哈，伊讲哈，哎呦老师你爱讲，你啊死死十个人吼，囡仔嘛爱十波过，嘿有够可怜。哦，啊！那死查甫嘞，哈，囝嘛是爱找人过，哈，查甫人去探家，嘛是可怜，哦，真的。那么这呢，好病要开好症，那么要吞掉，爱有一个天书，这要吞爱一个天书，啊、哦，好、哦，你要吞呢，你一定爱用寿金，最起码爱烧一千金类，啊，爱血盐加米，落盐加米类，啊，金纸一千金甲烧嘞。烧了你，如果你烧袂落，会死啊！那大口井烧会落，啊那小口井呢，袂落，
啊，你都小小的，这迄个金夫的福瑞，伊将这地气背掉去，伊将迄个地气背掉去，吼、哦，啊你，所以这你个风险，风险，了嘞，啊你就风险，吞一个新的沙嘞，就封掉，安尼家来就平安，吼、哦，安尼就平安啦，好、哦，所以各位啊，这个这样，玩笑开不到，天井嘞，做嘞做嘞啊，天井嘞是不是？面顶嘞，爱注意面顶嘞。假使有通风在抽起来，脑心就会压，会压起来一定袂落来。那涨停板配跌停板，一涨停板永远是一年都下不来。好、哦，那那有个人啊，哦，天井面顶都透明，无要紧，透明无要紧嘞，你都哦冲吹风机抽，抽到尾血压拢压，拢压起来。好、哦，那有实际信徒会出啊，熬这很凶。好、哦，所以啊，那那这天井面顶嘞，好、哦，咱都好自然风的流通就好啊。为心信教，家人道场在。好、哦、啊，不得已的，所以这考证上厉害。啊，后尾门，那么回家中，后尾门，哈、哦，涉财闹财。后尾门开正中闹宅，哈、哦、哈、哦，这爱情细事，哈、哦，你要赚偌济呢？嘿，莫名其妙呢，后边人拢知，哈、哦，那贵族知就对，你落，因为那边赚偌济钱哦，那贵族知，哈、哦，所以就是讲后尾门咱尽量不开不开正中央，哈、哦，来一旦改，咱就改的改要偏去三分之一，咱下一关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咱一旦开三分之一边啊，无要紧。后尾门，哈、啊，你莫讲伫正中央，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诶，边三分之一可以开门，你不要开在正中央，黑是闹宅，黑闹宅，哈、啊，所以咱就叫做法师啊，你法师哦，哈、啊，法师法的师。哈、哦，法师呢，咱就将这个法呢施下，和所有有缘的人。各位，比如讲，今日哦，了解这个法，了解这个法呢，各位啊，恁呢，一旦讲哦，将这个朋友底下闹这个困难，你讲哦，你好朋友借买啦，卖用啦，啊，今日改讲哦，来如何那个吞掉去啊？啊，平安起来，这个法师，法师的功德上大，法师的。要功德上大，财师的功德一点点，财师啊，所以财师功德一点点啦、啊。我讲，好、哦，叫啊，那个功德会了，叫一人收一点点，一百块，一点点，所以一直都做不多嘛。那都一块钱嘛，功德十块嘛，一万块嘛，功德，那一百块多啊。那么法师，各位了解这个法，咱爱出哪知朋友，朋友弟兄，咱听到。好、哦，朋友底下，咱阿家讲哦，你这好，你家来袂平安嘞，你换嘞，换位嘞，啊、哦，阿是讲哦，别，这里叫做我这主来这做啥，咱里叫做房间，房间哦，咱来困嘞，啊边啊嘞，厕所门冲了，哈哈，又去那边便便未刷，再是困嘞，困嘞爬袂起来，哦，这就冲了，你讲哦，无朋友啊，你安尼好，你唔通嘞，你眠床困嘞，啊边啊嘞，厕所门冲了，这伤你身体呢。好、哦，你今日刷边呢？这法师法的施舍，好、哦、众生，好、哦，这个功德足大，好、哦，这个功德足大，好、哦。那么，比如我有个人，那个厝呢，房间呢，好、哦，红记记分红啊呢，即马一个少年呢，好、哦，一个少年呢，好、哦，这罗曼蒂克，新结婚的罗曼蒂克，打开了粉红色系列，哈哈哈，很想拍，很想拍呢，哈、哦，嗨。结过婚啊嘞，无偌久嘞，我一见你就讨厌。当初我忘了，当初没有这个认识清楚，所以今日才会娶你啊，今麦才会嫁你。哈，原理不是爱嫁是满钱，哈、哦。啊，那么你若知影哦，这两个某嘞，才知影嘞，无法度妥协的事啊。嘿，你有闲去看嘞，去看嘞，哎，房间我拢分人啊色，哦，你叫我叫你改改掉，叫人一家，哦，出房间内底啦，分人啊济。我那些接的，就是讲，这里啊，靠靠靠干，心会烦，心会烦，心烦气躁，好暴躁，
吼，两个拢赶快莫名其妙的夹起来，好、哦，这就是当今，所以这个法师嘛，这个、法的师，所以法师诶，想功德想大，功德想大，唔是讲财师功德就大，好、哦，诶、我阁重复一个咧，就是讲当时啊。我和我的老师师父李淑玉老师啊，我们去一座山呢，啊有一口罩，啊有一个阿婆啊，吼、哦，我山顶去，啊阴门呢，都插跌到迄个啦，山顶哦，迄个叫做关节啊，关节啊厝起一间厝嘞，啊囡仔拢出来，我阿婆啊，恁呐，恁哪迄个叫做你也开始啊，啊我老师不对，这栋房子吼、哦，小孩子都留不住，无人会到处。我讲就入去看，阿婆啊，阿舅拄着歹人，吼、哦，拄着歹人咧，吼、哦，感觉是硬硬硬。我阿婆啊，我唔是歹人诶，我就来遮看地理诶，看了拿只掠龙诶啦，吼、哦，掠龙咪按摩咧，吼、哦，来掠龙，看山龙诶，伫停伫一座山去，吼、哦，一座山咧，要停伫万丹落来，约万丹落来，伫万丹第二公，我伫中伫东公，即伫中中伫一座山去，啊，结果去呢啊，遮看了阿婆咧，阿婆你这囡仔吼。带袂掉，讲吓啊！哦，我只囡仔吼，拢出去拢无人要等来，足久无等来啊！吼，啊个阿婆啊，你阿婆变做即款真辛苦，甲很贵来只番薯啊，番薯俩空番薯咧食，啊一块米，啊咱咱咱是公所啊啥，去有人啊救者吼，啊咱创一块米迄个，看足可怜的生活真简单。啊我啊阿婆啊，你这吼无啊，我老师吼、啊，要甲你介，你有多无？好菜多无嘛，好多嘛，阿婆煞去着惊，多煞惊阿杰惊去互甲分尸啊，甲刣，吼、哦，一个人，吼、哦，到尾咧，我唔是啦，问甲你换位，好啊，无要紧啊，吼、哦，啊只门啊，甲换位，第个破一个门，迄个破的门，摕我到这边，啊只门甲换过，啊甲弄两点嘛，即个创好啊，阿哥我无老久咧，很舒服啊，阿都不去啊，去的时啊，嘿，有冰箱了。出来有冰箱、有电视、收音机，甲冰柜内底开开，哎、欸，内底哦，稀稀巴巴嘞，啊，个老毛米露，啥拢都有嘞，袂歹嘞。啊，我咧安尼哦，袂歹安尼吼，啊，有有啦，你着改改了嘞，无偌久嘞，阮囝拢都拢转来啊，囝转来着，个人开来加电加冰箱诶，啊，有人主动加冰箱就转来啊，吼、哦，安尼就是一个门甲改掉嘞，简单换一个门尔。这法师哦，我老师的功德开始足大诶，哦，伊传足侪物件好啊，哦，啊传足侪话咧，我老师一反正，你不能，修的必掉咧，未使必掉咧，你若必掉会烧天钱，我拜托老师你讲啊严重，啊我难办咧，伊讲你若办，我传了你爱传了别人，我爱讲别人若无天钱，天严重讲你讲，哦，迄阵咧法师就安尼尔啦，法师吼、哦，第一。要拜师的原则，我拜师第一，未使你破坏中华民族的人民，中间吼未要破坏就是，好、哦，过来未使你制造国家社会的扰乱，好、哦，啊第三条呢，敬祖敬祖先敬祖师敬神敬佛，好、哦，啊第四呢，啊未使你拜人的风水。哦，啊，第五咧，袂用徛到风水头面顶，风水木头袂用徛面顶嘅，迄徛咧，迄袂超生嘅。我想啦，你拿到天地盘多嘅，你打喺风水面顶嘅是多嘅来讲地咧吼，迄足艰苦嘅咧，吼、哦、不能嘅，啊，过来咧，你所学嘅咧，绝对袂用比，不能比，袂用掂起来。咱古早人风水咧，就是安尼，嘿，你穿我十层吼。哎、欸，教我这个念门扎啦，这两扎我专食碗嘞，我饭碗嘞，念门扎啦。啊，我都存八成，啊八成嘞，你搁念门扎啦，都存四成。哼，念到尾啊，咱即摆来了，全假嘞，即摆来风水全假嘞，爱注意嘞，风水法全假嘞。哦，啊，所以大家拢古早人拢对，好、哦，我咧看，你收什么命？红阿婆，你当四命、三四命，你困在眠床头，面层一顶，啊，有头这边，有头那边，暗时干那偏臭味道啊，难困得去，吼吼，所以叫我说当四命、三四命会发，哦，啊你哦，我是文枪，伫迄个位白手都卡，哎呦，你白手王卡，规栋大楼，你要来干卡，卡到外国四川，你有文枪伫啊，哼，你文枪哎、欸，先生，拜托的，你哪里，你的文枪伫白手面顶嘛，白手下骹嘛，白手你谈何事，我输你啦，咱就要说的哟。啊，毛利吼，老师，啊，无咩啦，
厝内底，吼、哦，我都传一寡法，足简单的法，吼、哦，咱了眠床安怎困，切多安坐咧，边啊卖敲门，后边卖敲门，啊后边若敲门咧，你坐袂住，唔知当时要吓着惊。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啊，那伫边啊是咧，咱就安尼坐咧，边啊门安尼看着门咧，嘿，人来来去去，咱干呐分精神分散，头波车啊，都头波车啊，足简单的道理安尼尔。哦，所以法啦，不是你一般所讲的遐尼深。哦，所以法师啊，各位那了解这个法师啊，的时啊，哦，这个、功德最大。所以希望呢，那听到这个经人将这个法呢，你若有一项，哦，帮助人，你的功德都哎，遐都足大，因为可以平安，心无挂碍。一家咧，啊，会相和平安咧；一家咧，会互相受尊敬，安尼来咧。你功德足大啊！哦，唔是讲我摕偌济钱，好人都功德大，没有功德，迄个结一个善缘，结一个善缘。所以当时啊，咱达摩大师啊，就牛武帝时，牛武帝甲讲讲，哦，我去拢咧全国咧去庙寺，哈、哦，啊，印经对好人有功德无？达摩讲你就无功德。吼、哦、吼，伊惊气，如果你都唔捌，世上无功德。吼、哦，我是起一个大牛在放，放咧上敬，放修行，啊，我一定是敬好人，那无功德，已经无功德，心有所求。啊，你这好人，唔是法，不是法，唔是让解脱的法，解脱烦恼的法。那么法有两种法，叫做入世法。那么我今天所传的传入世法，入世法，入世法。哦，咱就得到平安，啊，咱头壳就袂糊涂，袂糊涂，歹事就袂做，头壳会较清醒，头壳清醒呢，想的代志较周到，袂影响到人，袂伤到人，吼、哦，咱就讲话就袂损到别人，袂损到口业，吼、哦，咱这就是哦，发头脑清醒，咱头脑清醒呢，就袂糊里糊涂，哦，干那看了钱就迷嘞，吼、哦，不择手段就迷嘞，到尾伤害他人，做因果，爱负因果责任，吼、哦，一定爱报。一定爱报，报因果会报应，一定爱报。啊，结果咧，好哩好，多多做了啊，莫名其妙。吼、哦，啊，即摆食毒个遐济，啊，你无智慧，你就袂平安，身体袂平安。哎呦，足艰苦，无人讲我这次互你食济啦，哦，足好个食，哦，起码是足好个。结果食着哈利他命，吼、哦，食着哈利他命个时啊，哇，人都好哩好多就载落啊，吼、哦，就载落咧，害人一条命。吼、哦，啊，咱着家己咧，袂好势。好、哦，家来就乱吵吵，所以咱的法师啊，我传是传入世法，出世法，各位在入世，入世法无化解、无烦恼以后呢，咱我都修出世，都我修出世啊，好、哦，所以啊，入世哦是出世的基础。那么呢，我来传入世法，啊，出世法呢，各位，恁若有只出家高僧大德的，恁尽量去亲近伊，尽量去亲近伊，亲近遐高僧大德嘞，正确正确修行人的，吼、哦，正确修行人的嘞，恁亲近伊，个人啦，家家和平安嘞，恁都要亲近伊，都要在听经闻法，出世恁都要在解脱啦，啊、哦，那无嘞，三顿肉未好势嘞，要出世嘞，要出得多伊哦，吼，出世要出得多伊，出无路啦。哦，各位啊，那你今日就对法师，那所以法师呢，今日就是从这个法呢，那天龙八部护法啊，众天性哈，性性将都是天过去的性贤哈，性性神将呢，天人天人将哈，所有拢个雕像共同为了护持这个法，破万风水真经传天下啦，希望这个风水真经啦。一旦传伫天下，吼、哦，传伫社会，吼、哦，解救苦难众生脱苦海，众生苦难呢，就是讲，比如咱啊工厂，吼、哦，那一寡门开唔对，工厂生产袂好势，吼、哦，所以整个公司诶，就煞害，就行下坡，吼、哦，啊是咱小工厂啊，吼、哦，无要紧，你也排唔对伊，吼、哦，你就哦挨杂杂。好、哦，员工呢，有诶手就断断去，啊，员工就发生车祸，好、哦，哦，迄可能够济，好、哦，啊，是讲咱一个家庭，哈、哦，就咱一个家庭呢，我那出来你摆唔对，哎，杂杂，囡仔唔听话，囡仔外国是抓，啊，规家伙甲你病，黑股串黑股扫规条堆，哦，这都唔对呀，哈、哦，所以这呢，咱可能脱离苦海，死呀、啊。
这个时候讲这个经时，就是一海年，今年一海年，正月廿四日，未时下午，下午啊，迄、那个时啊，啊未时。啊，迄当时啊，九龙围绕着地诶地球，那虚住咧。迄个时阵啊，天顶咧，虚空中啦，高飞龙，高飞龙，拢安尼腾龙，迄个天龙驾雾咧，都直接住，即土直接住，未抢住哦。九龙啦，抢住天下大乱，哦，九龙抢住天下大乱，九龙土主向光明。好、哦，九龙的戏珠生下珠是非常无限的希望。咱人的生命力，咱人的生命力，生命力，哈、哦，那像现在我这里哈，咱家刚从内底这里，哈、哦，如意金龙，哈、哦，内底家有如意金龙，这二者啊，哈、哦，这种九，这是龙形对天顶现出的时，拢非常的活泼，非常活泼的。所以九龙戏珠啊。哎，那迄组了就是地球，迄当时啊，我盯了一直在写这个时啊，拄我看了虚空中啊，哈、哦，虚空中咧，高尾龙咧，哈、哦，你生迄个猪，高龙这叫凤凰的青龙驾雾啊咧，可能总共足水的就对啦，直直来卧底你想要出来，甲看真咧就是地球，地球，哈、哦，地球不是爆炸咧。哦，地球就是那是叫珠，哈、哦，龙珠，所以九龙戏珠啊，哈、哦，这是金龙如意啊，就这个金龙啊，哈、哦，这金龙这个呢，或者这个叫做戏珠，金龙戏珠啥啦？珠就是咱的佛性，珠是啥？真气，哈、哦，珠的真气，珠就是真气。啊，这珠是一个来精气上的，那个生命，珠就是那个生命，哈、哦，珠就是生命，龙呢，你是龙啥意思呢？龙呢，就是咱的佛性，好、哦，龙是佛性，哈、哦，这个佛性上呢，不解地灰，啊、哦，大地灰，嘿，不解大地灰。所以九龙戏珠呢，就是咱的佛性的花露，佛性。哦，佛性的花露。好、哦，所以九龙戏珠啊，所有诸天圣贤啊，哈、哦，诸天圣贤啊，所有的佛菩萨啊，天人啊，拢是花露因的佛性。哈、哦，发出无限的光明啊，向着光明。那么这个珠是啥意思呢？咱现在恁今日所讲这个珠的真气，真气就是咱的妙法，妙法的啊。好、哦，大家哈，众生信九龙啊，拢是非常的欢喜啊，来朝向雕像，来共同护持妙法。何时这正法就对，何时正法？那么这风水真经啊，原来咱一般所讲徛个风水真经，风水真经不是干呐徛个风水真经尔。风水咱厝，啊，咱厝都是哪一间辛苦的哪一间厝，啊，内底门都是嘴，窗啊，目睭，吼，嘛是耳啊，哈，啊，灶啦。就是咱的咱一个胃啦，吼，咱的胃啦，肠内底路都是肠啊，所以这都是讲咱的佛性，唔是干那讲是实在，干那所讲的大嘅风水尔，范围袂讲遮尼刻意，袂讲遮尼刻意，所以迄个时阵啊，九龙围绕地区戏珠啊，诸天圣将观处水上来赞叹啦，所以这个因为王禅多做几个神书啊。将这个风水真经啊，妙法在天界啦，吼，在天界，在大虚空法界啦，来讲这个经的时啊，吼，拢非常赞叹啦。啊，几个神书大慈悲啊，赞叹啊，几个神书王禅多做，这样慈悲将这个法啦、啊、传递世间了，就。维新上教。南天开门度众生啊，这是南天开门啊，就是窍，南天就是那个窍地位。有的人啊，将这南天啊看作
一般所讲神秘的蓝天，哦，蓝天呐、啊，有的人呐、啊，他看到真神秘，神秘那封神榜的蓝天，唔晓得蓝天啊，嘿，蓝天就是咱的天窍，天窍，哦，咱道家的泥丸公，呀，泥丸公，啊，都是真气。哦，蒸汽，咱蒸汽咧，就对这落来，所以一寡法师啊，我咧灌顶灌顶蒸汽的是啊，咱的智慧就对这落来，咱这个智慧这脑咧，就是对这接上虚空、大虚空、吼、哦、大虚空的气，就对这落来，就是电波，就是大虚空的电波，就对这脑这落来，泥丸宫对这来，就是叫做天窍，这天窍就蓝天咧，蓝天咧，咱咧先天八卦的离为火。离卦，哈、哦，离为会，走会，会是光明，哈、哦，会是光明，那、哦、是南天的离卦，南天离卦，先天的乾卦，先天的乾卦，先天的乾卦，哈、哦，先天的乾卦，乾为首，乾为首，哈、哦，乾为首，咱人呢，拢先天之来啊，咱头壳。在南边，吼、哦，卡在北边，卡在北边，吼、哦，咱啊，所以咱伫做胎老母的时啊，先天的，吼、哦，原来的，吼、哦，咱先天后天的，就是讲伫腹肚底的，母亲的腹肚底的，先天脑为乾，啊，正气就是对这乾乾乾来，就是南天，南天，唔是所讲的，哦，南边的天。南边的天，你看南边的天呢？地球射过遐嘞，要走到遐，请问各位，好、哦，啊，你对不对？啊，我啊，对西方去，嗯，西方，啊，你啊西边边嘞，你可要对倒去？你只大陆嘞，大陆西边边嘞，走对倒去？大陆走美国去，啊，美国走倒去？哈、哦，你西方到绕着地球跑，哈，绕着地球跑，你永远的这跑就追地球，永远嘛就袂着南天啊。所以是叫南天在那里修，啊，观世音赞叹啊，南天开门度众生啊，要开启大智慧，开众生，开众生，开启众生的我执，我执，好、哦，我执啊，别人呢？啊，有的人说：“哦，我是什么教啊，什么门的呢？我无信风水地理，无信。跳到牵着哎，怎怎？哎呦，我真那修万信呢，我真遐艰苦。哎呦，风水原来风水不是一般所讲的迄种的什么什么恁什么什么神的什么道的什么开遐的法啦。吼、哦，结果就哎怎怎？哈，风水啊，接上接讲家己上熬，拢接讲家己上熬，哎，无啥啦。”哦，哦，我这接家己搞嘞，接家己手都退千斤，退一万斤，人家家己我都可以改变一切，唔对去啊！风水是大宇宙的原动力，吼、哦，原动力，风水就是整个大宇宙都有风甲有水，咱人内底嘛有风水，厝嘛有风水，一个地方嘛就有风甲水，整个大宇宙嘛有风甲水，人若无风未活，若无水未活，乱搞。哦，所以咱若要开启众生的执相，哦，我执就是啊，我执，我家己执家己，啊，都控股，叫做控股。哎，曾经啊，啊，我来跟前一挂，啊，都为着啊，我来说出家修行啊，啥啦吼，拢讲哎呦，你这风水先生，你这做要不得，这都外多的。结果呢吼，你去前道场的时候，咱就是跟，我请几个先生来，你知无？我迄毋是外多的。啊，唔是啦，较早唔知啦，讲做偌多，即摆我咪地理足要紧嘞，即样子地理足要紧嘞，我你较早若无注重，啊，较早都唔知，阮师傅都讲叫我莫信风水，我实是安那，伊叫莫信风水，师傅捌地理无？唔捌嘞，啊，唔捌你讲叫人莫信，对不对？你若拢捌，总全部懂了以后，你就叫莫信；你若无全捌，你莫叫人莫信啥，因为你捌这物件嘛，所以咱有一个朴素啊。啊，一个博士，啊，伊啊，这个叫做研究达一项，
研究哪一项嘞？哦，一定无兴趣。伊讲老师啊，我这有够无兴趣啦，歪嘞。我这行你捌歪？伊讲唔捌嘞。那唔捌你就继续研究。你若等下你总捌内底原来是安尼时，你才无兴趣，你甲放弃。那无嘞？你也无资格讲这，哎，这你无兴趣。你无资格讲这无兴趣，啊，你嘛无资格讲这对你无前途。无资格讲这你无前途，因为你也无专捌。哦，所以有的人老师，你捌啥无？我要捌嘞，我爱逐项爱学爱学，圣贤会当几啊千年留落来，唔是简单嘞。那无下嘞，早就卡掉，未留伫世间。哦，所以各位啊，风水真经法啦，咱是。所以咱王禅老祖嘞，就是讲南天开门嘞，大众生的赞叹嘞，好，咱的智慧开智慧，好，救龙护主救世人啊，就是这天龙护法啦，都要救这个护持这个法，主就是妙法，主就是正法，哈，主就是护主嘞，护除正法，哈，来救世人嘞，救的世间的人，好，破万众生改成啥？希望过去拢过去啊！哦，那无智慧啊，现在开始诶，咱详细来研究吼，咱来正常来了解，咱清醒，莫甲急，莫急嘿，速速护持真妙法啦！哦，各一个各贵国一出电台。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就是讲啊，咱的大家吼，遐天龙护法啦，众神仙啊，嘛是互相受鼓励，受鼓励众天人，包括咱凡人间的众生啊，吼、哦，是吉祥的众生啊，吼、哦，这呢，咱爱迄个护持正确啊，这护持这真正的妙法啦、啊。